你看你跟我做大热门几年？九年了，九年，一三年，那九年通通没有得奖，一跟别人做节目，然后跟大热门还同场竞逐，大热门挂掉了，代表我让你委屈，一定是我害了你。露露，你早就该得奖。没有啦，宪哥，你不要这样讲啦。你不止我，你不止害了他，你也害了我。靠、我去试一试算了。得奖的是黄子佳，露露，黄露子怡。不要不要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乖乖乖，好乖。宪哥面前讲这种话，等一下等一下乖乖。他们只赢小 S 他们一票。意思说我们连第二名都没有，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真的输到痛苦呢。那呢？你看你跟我做大热门几年？九年了，九年，一三年。那九年通通没有得奖，一跟别人做节目，然后跟大热门还同场竞逐，大热门挂掉了，代表我。让你委屈了，这样太危险。一定，喂，一定是我害了你，露露，你早就该得奖。没有啦，宪哥，你不要这样讲啦。你不止我，你不止害了他，你也害了我。靠，这样太危险。没啦，我去试一试算了。你讲这种话，我要堵住你的嘴喽。啊，堵堵堵，不，我要给我吞麦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爱你，爱你。黄子佼、露露、黄露子英，婚礼歌手，东森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好了好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黄子佼、露露、黄露子英，婚礼歌手。太厉害了！主持人与新人真诚互动，氛围温馨感人。又兼具娱乐效果，是其亮点。前期准备细致周详，节目性质创造主持人价值，有别于之前主持类型，令人惊艳，并充满幸福感。60万的名牌包到手。所有我的支持时间都给露露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冷静冷静，我没有，我原来拿奖是这个感觉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不起，他先解锁一下。对，好好好。谢谢，好，我拿着奖，好，谢谢，我冷静一下，好，首先我想要先谢谢焦哥带我走上台，谢谢，我觉得可以很幸运的遇到这样子的好搭档、好师傅，然后在我开心的时候他为我鼓掌，然后我难过的时候他为我开导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要很谢谢我台下的搭档，谢谢宪哥，谢谢汉典，跟你们录影我真的很开心，爱你们哦。然后我想要说，然后我还想谢谢我的经纪人丹尼尔，他应该在外面哭，还要谢谢我的助理小陈，他叫冠宇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老板，现在是陈振川先生，但是我要谢谢在现场我曾经的老板在哪里，谭哥，谢谢你。我要谢谢珍妮姐，也要谢谢我的第一任老板詹哥，谢谢你们，还有带过我的经纪人阿汤和小贤。我其实想要上来拿奖，我就是想讲出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们发现我，然后我一路才走到今天，谢谢。然后对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妈妈、爸爸、妹妹、我阿姨、我的老师，总爱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
今年刚好是我入行第十年，然后我其实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离台上很近，然后每次听到颁得奖人说，我都没有心理准备，我其实都准备好了，早就写好了，但是我很开心，我扎扎实实的花了十年，从第一排走到这里，让我知道其实主持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。然后想让大家知道的是，虽然我们在台上谈笑风生、嘻嘻哈哈，但我是用非常认真而且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这份工作。主持工作是我的使命，然后在舞台上表演也是我的火花。每一次的登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些机会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带着这样子的职人精神继续在台上表演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主持人露露。